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人，我系主持小玲，有马二啊，无蟹啊，赢者，河马仔，系啦，咁啊，今季啊又到呢、這个讲新番嘅时候啦，无蟹之季，点解？虽然我今季一睇嗰时候我都吓咗一跳，廿几套咁多嘅，点解好似多噶？多啊，抽翻嚟讲啦，算抽。我净系睇到廿套，有啲唔睇可以冇时间啦。咁啊，咁我哋第一套讲嘅梗系无蟹先啦，介介我先咧。咁第一套講嘅就係中二病也要戀愛啦，係京阿李噶嘛。不過我想問一問啦，大家喂，其實大家即係周圍嚟講，可唔可以定義下中二病呢樣嘢先咧？因為有啲人中二病咧就分好多嘅咁即刻出嚟講。嗱應該就唔係你。其實動畫都有略略提過下中二病佢嗰個嘅含義嘅，就係話咧，總之啲友未大透啦，咁而諗嘢就非常之單純啦，就會覺得自己身懷咩絕學啊、乜嘢武力啊、或者一啲特殊嘅能力啊，係咯，就好似強嘅魔法、啊。即打個比喻嘅，就好似啲人話成日話乜都冇，淨係有錢嗰啲都係一啲特殊能力嚟。其實嚴格嚟講，呢、這個都中二病都太大啦，呢種應該我哋歸類為邪氣眼至啱嘅。唔係嗰邪眼嘅，嗱嗰單小學雞咧就得講唔做，中二病有講有做，講完噶啦。唔係咁理論上其實你話依套嘢咧，其實都幾特別下嘅，即係我識嘅人裏邊啦，睇依套嘢咧分咗三種反應，第一種反應就覺得好 enjoy， 唔係啩？嗰啲係咪中二病重度患者？基本上係啦，可能一路睇一路跟住做動作嗰啲啦。咁所以冇辦法，如果真係中二病，不過大家有冇即係以前呢識啲朋友真係有咁中二病得咁犀利，而家都真係好少喎，我諗香港都少啲。你唔知道呢個世界幾恐怖㗎啫。係啦，而第二種嘅人呢就係睇睇下呢越睇越唔好意思，但係佢都繼續睇落去嘅。即係我哋咁啦，即係傲嬌啦，係啦，即係傲嬌啦，即係普通人啦。就第三種咧，一睇就覺得頂唔順就收咗㗎啦，套嘢睇咗第一集之後就敗陣。呢啲叫唔對電波啊嘛。嗯，冇錯啦。咁大家你哋係邊種啊？我第一種，我係第一種，我哋其他人第二種。唔係啩？我嗨唔起嚟喎，好老實講。平心而論，我覺得呢一套都有啲悶嘅，唔好意思。唔係啊，幾好睇喎！嗱，即係證明你係第一種咯，係呀，真係。唔係，我會覺得嘅，即係呢套你話如果好多動畫嚟講，其實基本上你淨係我唔計多啊，淨係計今季裏面，其實你好多動畫，你如果冷靜啲睇佢分析嘅，其實好多人都係喺度耍帥扮緊中二病嘅嘢，即係好似啲咩絕緣嗰啲咁嘅嘢咧。跟其實都係中二病，你都係喺度見到話條友都係耍帥嘅啫。其實，但係就係分嚴重同唔嚴重之分啦。咁唔同人哋絕緣嗰啲係因為佢有能力，所以可以中二啊嘛。而呢一邊咧係佢冇能力，佢更加俾人更加中二，呢個先係問題。嗯，即係當然啦，我亦都不得不承認，睇完三集某啲中意嘅戰鬥，我係有覺得嘩有點燃起來了咁樣。應該話唔係一套咁嘅作品應該會有嘅戰鬥畫面。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拿住個鑊鏟，一個拿住個把遮嚟打嘅啫，但係搞到個畫面就好似好有魔幻嘅感覺咯。只要有病就看得見，係中意病先特有睇到結界畫面。你真係好有心得喎，怪唔得你係第一種啦、啊。不過講下故仔先啦，即係講第一個阿富堅啊，阿富堅男主角福山人配喎。老老修中二病痊愈之後嘅老老修啦，你就佢又不堪回想過去，以前中學嗰陣太過中二啦，去到高中我唔要再中二啦，我要脱離中二，我做個正常嘅學生。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中二嘅表現嚟喎。點解咧？點解咧？因為你話如果即係以定義嚟講，啲人覺得中二病就話，我要脱離呢個某一個階段嘅嘢，成為一個大人咁樣，有一個大人嘅思維、成熟嘅思維，其實都係中二病嘅一種嚟嘅。咁好過之前嘅，我諗點都係啦，接返個人先啦，即係起碼唔會喺呢個咩入學介紹嗰陣時就話自己有邪王炎眼嘅憶量啊之如處理嘅嘢啦。咁啊，結果啦就即係考慮就上同一層同一棟樓上面嗰層呢就住咗個叫小鳥油綠花嘅嘢女主角啊，女主角啊，即係現役中二病患者啦，一個退役嘅現役已經退咗休啦。佢家姐好似叫十花，好似系啦，佢家姐就正常人一個啦，可以叫做。你唔難保佢之前可能都係中二病喎。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啦，即係喺火車站第一日翻學就撞見嘅丹山谷啦，呢個同班同學靚女啦。但你話其實典型嚟講，你話我覺得呢套嘢嘅其實佢
正常都係一啲嘅校園奇人，但係點解會去到咁難頂，或者有啲人咁 enjoy， 就係咧佢喺裏面咧，無論事無大小咧，都加入好多所謂嘅一啲嘅視平線啊，好奇怪嘅設定啊嗰類咁嘅嘢咯。即係嗱，我覺得有個對比嘅，其實嗱，你睇呢個《山記》啊，呢、這個《鳳凰院空真》嗰嗱，千祈唔好講錯名。我唔會講《鳳凰院無瑕》嘅，我啊。嗯，你会觉得就是啊，佢嗰种中意程度，你会睇你，虽然你觉得条友真系黐线或者系真系 high 嘅，可能真系，但你又唔会接受唔到嘅喎，可能会，即系喺个剧情方面，即系你觉得话啊呢条友你都知道，哦佢癫癫得得嘅，但你唔会觉得话啊睇落去之后，哇条友好似真系黐线，令到个剧情好似暴走一样。其实我觉得系啲人慢慢开始习惯佢咁疯癫嘅行为。令到佢接受咗呢個係佢特質嘅一部分啫。或者咁講啦，你話如果你話以《山機鳳凰與空真》嗰、那個，佢嗰個例子就係、是，佢會係不停去滲一兩句，但係佢唔會係每一句都咁樣講，唔、會令到你咁難受。但係喺《中二病》呢套嘢裏面，綠花嘅角色佢係事無大小，每一句都要咁樣講。其實你就會個對白嚟講，個男主角同佢講另一樣嘢，但係佢又答緊另一樣嘢。偶然一兩次可能會冇所謂，但係。一多嘅話，你就覺得話咁，其實我唔知喺度睇緊乜嘢喎。佢會唔會即係我咪起出感覺上好奇怪，就話一個譬如好普通嘅對答，佢都講到好奇，用啲好奇怪嘅字眼嚟做咧。其實即係有少少令人感覺有少少精神病嘅感覺㗎。因為佢簡單講就係話，如果你望住男主角同呢個綠花溝通嘅時候，其實同緊外星人講嘢。即係就算佢係一個退役嘅中二病患者啦，但係有好多設定係綠花佢自己知嘅。咁當然啦，男主角唔會知，觀眾更加唔會知，所以你聽出嚟就係話，哦，係啊，可能字面上嘅嘢我明白，但其實裡面有啲咩含義你唔會理解，你都無需要理解，因為其實作者都唔需要你理解。咁至於阿船啱講到你話空真嗰個情況就係、是、空真，其實你話就算佢係中二病都好，其實你都好明顯到佢係做出嚟嘅啫。你見其實Stan機又好，無論遊戲或者動畫都好啦，佢裡面個心理描寫係比較足夠，特別係男主角個心理描寫佢點樣諗嘢啊。綠花嘅心理描寫咧，冇啊，咪都係嗰套，佢都係外星人嚟，佢都係外星嚟，火星人嚟嘅。即係嗱，呢個例子，我覺得你就可以套翻落，其實我哋仲有另一套作品都有類似咁嘅對白場，就係《電波女與青春男》。其實一開頭見住男女主角見住嗰時候都係女主角都係講埋一大堆男主角根本上都唔知嘅嘢，或者電波性嘅，但係你會喺第一集或者尾或者第二集嗰度都會滲啲，就話佢經歷過啲乜嘢事而變成咁樣，咁、你就會若果話我依條友都係精神有啲問題，你可能都要抱啲同情心落去，繼續即係話睇下究竟係咩事、咩原因、咩發展。但係阿綠花小姐就真係一個中二病嘅代表啦，可以話。佢會唔會之前都係因為經歷咗某啲嘢而產生呢個中二病？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嘅，可能你話之後，我因為我冇睇原作啦，係嗰句啦。咁、但係可能即係之後動畫會繼續交代，我都相信應該會交代嘅，冇理由話即係空穴來風必有因心啊。咁但係就即係你話比較中二病嚟講，咁我覺得綠花嗰個情況係真係太嚴重咯。咁如果你話，男主角勇泰嗰個情況，其實我覺得可以理解嘅，即係有啲你街邊見到個僆仔嘭嘭嘭咁樣攞住支咁嘅咩啊，攞住把遮都嘭嘭嘭咁，你一睇就知道，呢條友肯定喺度玩緊槍啊，喺度唔知做緊啲乜嘢。嗰啲叫角色扮演，哦，你可以咁理解嘅，即系喂，你唔知噶，嗰僆仔可能喺学校都话，我系唔知咩魔王咁样，点点点，你大家唔好接近我啊，咁我会失控啊，咁样，无鞋喺度玩，即系可能系咁，你都唔奇噶。但系你话去到綠花个程度，即系话系入晒心、入晒肺嘅，喺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佢都系表现咗佢自己外星嘅文化出嚟咧。唔系噶，你可以话佢系一个专业嘅外星人咯。问题系大部分觀眾都唔會經歷過啲咁專業嗰個即係情況啊嘛，你好難代入嘅原因就係因為一個人生會唔，你就算一個人可能你見過，你可能真係班裏面有條友真係好鬼卡、好鬼錯、好鬼扮嘢都好，即係都冇去到嗰個嚴重程度去到咁樣，即係你可能就話平時我哋睇動畫覺得有啲哇突然間撥下頭髮啲男仔灑碎咁樣 ，OK 翻你可能見過，你會有代入感。但係你唔會見到依類型咁嘅角色喺你現實生活中出現，咁其實個代入感又會差咗，而佢又真係去到好極限嘅玩法。因為始終你動畫有啲嘢，你係真係需要你係現實生活有類似有既視感，你先會覺得有同感㗎嘛。即係你話男主角嗰種，我估
点你自己唔系啊，你点都会见个人系啦。嗰种啊真系，哇唔系啊，呢、這个真系。佢净系同梁公比咧，佢仲厉害过梁公多啰声。喂，梁公好现实噶，你唔好咁样谂啊，佢好现实地搵外星人噶，系咪先？呢、這个唔系，但系咧，你唔好话个男主角咧，其实又明白个女主角谂咩。嗱，第二集嚟讲咪话，个女主角即系阿绿花想只猫嘅，想要只猫嘅。即係個男主角吸完咗大輪之後，其實個男主角都知道，原來佢成日想養只貓咁簡單啫。唔係，應該係佢男主角之前可能已經做過啲咁嘅嘢咧。係老鳥同菜鳥嘅關係啫，嗰啲係。而我覺得你話係作為退役嘅中二病啊男主角啦，佢嗰個偶然一下咁樣，即係好似啲叫做咩咧，仲未戒一粒鋪毒癮嗰類型嘅咩 case 咧，即係食緊微沙酮嗰啲啦，即係。佢積極去戒緊中二病。但是偶尔的情况之下都会不小心出现的症状。你很简单，你望下双眼尾 在床上面叫起身那一下，这个男主角是第一时间拿把枪指住他头。这下我都觉得是很有趣，这个人肯定是没解脱的。肯定是自己暗拉你都要拿支枪出来慢慢慢的。但你明白就是这类型就要真实，他是竭力去保持自己做一个正常，但偶然不会爆出这些东西，即你会觉得这样就有亮点，但是如果你不停这样去做这些行为，你就觉得这条友其实是不知道在做什么。不是他那些选择性，就是他对着出面那些即是正常普通人，他咪用即用乜正常普通人的表現咯。對住綠花呢啲完全不可理喻嘅，佢又會揾翻以前嘅自己出嚟。唔係你溝通唔到嘅，電波唔夾。係啊，你溝通唔到。隱性患者啫。唔係即係面對你中二病嘅患者，佢自己心底個中二病會走翻出嚟。不過講下其餘兩個女配角啊，即係唔係三個應該咁講。五月七日啦，即係嗰個師姐啦，話唔見咗只貓嗰個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咩阿特首啊，阿特首嚟嘅。特首苗，即系特首组面，即系佢师妹啦，阿绿花阿师妹啦，同埋阿丹山谷点睇咧？丹山谷冇啊，颁奖咪唔系？其实嗱，佢因为咧本身绿花嘅角色实在太黐线啦，佢已经系盖过咗其他角色。你话锋芒啊嘛？其他嘅出场价值梗系喺边度？我仲未睇得到。唔系，其实丹山谷已经开始有啲阴影出嚟啦。点解话系第三集话开始话我要 join 埋呢个会？唔知乜鬼咩冬咩啊？冬咩魔法啦？我唔记得咗。极冬魔法，极冬魔法五岁结社。咩之下之下改埋名㗎啦已經。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嚟講呢，佢真係好似仲未掀底牌喎，呢個丹山谷呢個女肯定有問題㗎啦呢個。我都冇睇嘅，但通常呢啲呢都係呢會有啲角色就係因為咁黐線呢，佢冇嚟咁樣㗎，因為有啲角色係想糾正返呢班咁嘅人，等佢融入返現實。你錯啦，呢套戲我肯定唔係正常嚟，丹山谷肯定係有背叛，肯定過去呢中意病患者肯定。咁我唔知啦呢樣嘢，可能佢嗱。如果照你咁講咪啱啦，嗱，一個現役，一個即將退役，一個戒甩咗嘅，即係會應該會有個即將進入啦，一個即將作為學者咯，好明顯就係啦，唔係敬請期待啦，就唔好穿橋啦，真係冇睇過唔知估嘅啫，我哋都真係。不過老實講，你或者我就咁睇三集，其實我唔知啦，即係可能之後有唔同嘅進展各樣嘢啦，但係三集嚟講嗰個劇情推進又冇乜嘅，又唔係介紹比較多，綠花你係搶嘢搶到爆。咁如果你真係對中二病又唔係話有太大喜感，即係你未去到綠花嗰種程度，又或者你冇同感嘅話呢，老實講啦，在我而言嚟講，我覺得都幾悶嘅套嘢。我係有諗過係哦，不如飛啦，好唔好？真係幾悶嘅。而你話嗰個問題就會係話會唯一有期待嘅就係佢究竟中二病佢患上啲咩，即係好似頭先有講過嘅第二集裏面，佢同佢家姐因為為咗養隻貓而有爭拗嗰陣時大戰咗一場，變成一場大戰，即你完全唔理解點解會變成一場大戰，或者其實但係佢嗰個吸煙融入其實係做得幾好嘅，佢、這個、不得不承認嘅。唔係佢呢個視覺效果上係做得好嘅，係咯，俾咗好多所謂嘅戰鬥動畫。咁當然啦，但係你話同一條近啫，你冇可能用太多次噶嘛，即係你用其實都係嘅，即係全部嘢都係噶啦，即係撈埋都係，我嚟去都係嗰啲對答。你第一集就覺得新鮮，第二集都仲可以，第三集開始就覺得悶噶啦。所以你話即係我又冇理由，我每一集就為咗睇佢嗰兩分鐘嘅。超異常打鬥，而去睇呢套。每個禮拜睇超人都睇咗三分鐘嘅，知唔知啊？我知道你中意睇呢套啦，係啊，你咪翻去睇咯。不過原作者咧，原來喺後記咧有寫過咧，原來佢同梁公致敬喎，寫呢款嘢。咁唔知啦，可能即係我可能之後睇上會多啲。咁你依啲，你因為你只涉及中二病嘅嘢，咁即係一啲動畫嘅角色扮演，咁你主角都係飛影嚟嘅啫，其實。反而又仲想講一講，就話套動畫其實我覺得幾有唔知係因為經阿里做慣咗啦定點啦，我覺得幾有 K on 嗰個味道嘅。
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個感覺真係睇上去，我最想講係個節奏詞。即係其實你覺得睇到嘅嘢係完全冇任何緊張感，唔緊張到你覺得情係你唔我唔係話佢劇情鬆散，係佢個節奏嗰啲鬆散。即係好似好慢，好似好悠閒咁樣，好似好我唔在乎，咁咪明明翻緊學㗎喎，其實唔知點解可以成件事搞到好似我係完全冇咩速度感可言咁。當然你話但唔係學完翻，通常都係用呢種個進度嚟整嘅咩？所以我冇話用特別鬆散呢個字咯，即係我好難去，即係當然呢個只係我純粹我個人感覺啫，可能好多人都唔覺得嘅。咁但係我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就覺得有個希安嗰種節奏、嗰種氣氛嘅感覺喺裡面咯。咁當然呢套嘢我諗佢行個路線就同希安唔一樣啦。不過最好啦，即係講翻啦，即係話如果係 opening 到 ending 又點睇咧？大家我哋知道 opening 其實已經好多人俾人洗咗腦啫，即係阿綠花嗰個轉手嗰個動作已經俾人惡搞咗好多次。Facebook 好多啊，而家即係計呢、這個呢、這個Guilty Crown 嘅轉轉眼嘅虛界之後嘅又一力作嚟嘅，簡直係。我以為你講 Naruko 嗰首洗腦歌咧，唔係，但係京阿里幾中意用呢種手法去即係吸引觀眾。佢識用呢種手法咯，你應該話係。咁啊，當然相信我哋有人會繼續睇落去嘅，放心啦，應該有人講得落去嘅。仲有嗰句 ending 係咩啊 ？ending 又係好似 K-On 個 ending feel 噶咩啊 ？No fans 啊？嗰、個蘋果嗰、個蘋果出嚟嘅時候，哇 ！K-On 啊，哇！完全係 K-On 啊。咁原本係咁同一間公司。我都知，即係純粹係話點解我係覺得影子好大就係咁解啫嘛，即係呢個其中嘅理由啦。唔係算啦，得我個人感覺啫嚇。不過算啦。ending 其實幾好聽嘅 ，OP 就一般般啦。嗰、那個轉轉手我覺得。轉手，我覺得咧冇乜反應就係啦。不過算啦。不過近期咧有啲新聞就傳聞話呢篇小説就可能涉嫌話有啲角色有少少可能即係或者角色或者個故仔有少少同以前嘅相類似，以前嘅作品咁就睇下到點嘈啦。天下作品都大抄啫，喺 Twitter 嘈啊嘛就。係啦，好啦，咁我哋呢台度啊，咁我哋就埋去下一套。我哋呢台度啊，咁我哋就埋去下一套。我哋呢台度啊，咁我哋就